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婷学姐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是向上管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说就是你是一个孩子，那你在家里面除了管理自己之外，你怎么样去管理你的父母？在学校里面怎么样去管理你的老师？以及在职场当中怎么样去管理你的上级？听上去是不是觉得很玄乎？那今天这样的视频呢，就会结合我自己的一些学习、工作和生活的经验，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去做好自己的向上管理。其实坦白跟大家讲，向上管理这个概念呢，是我工作这段时间的时候我师傅跟我提到的。他说你现在除了带好团队去管理好下属之外，你更应该学会怎么样去管理你的上级，去做好向上管理。我当时直接问他说，你是我的老板，是我的领导，我怎么样去管理你呢？因为我觉得你的水平在我之上，我要是想做什么事情，我心里有点小九九，不是说两句话就会被你识破吗？对，他就告诉我说，其实向上管理的话，其实更多的应该说是我要想办法去获得我想得到的一些支持，尤其是资源上的一些支持。因为其实在公司啊，或者说在学校里面，你们跟老师相处以及跟父母相处的时候，你们手上有很多，有两样东西我觉得很重要的。第一个是你们之间存在着信息差，第二是你们之间存在的资源差。而向上管理的话，其实并不是说你要去影响你的上级让他去做什么，而是说你要想办法从他那里获得知识，然后从而可以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得更好。先从大家最熟悉的校园生活谈起。其实在学校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社团，那你当部长的时候对你的部员就是向下管理，但是你和你的副主席、学生会的主席以及说你的辅导老师，你们之间的关系，你去从他们那里获取资源，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，这个就叫向上管理。为什么它重要呢？以辅导老师为例，其实在大学里面，你们知道奖学金的发放、评定，然后以及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名额的筛选，或者说是一些竞赛的讯息，辅导老师都是最先知道的，而且很多时候他们手上有这样的分配权和决策权。所以如果你跟辅导老师关系处不好，他真的会非常吃亏，因为可能有的辅导老师万一，对吧，把感情生活就和工作公司相混的话，他可能会就是给你使个绊子也是说不定的。但有的辅导老师比较好的话，就会比较公正的处理这件事情。但是不论怎么样，和他搞好关系，把他手里的资源为你所用，都是你在大学让自己成为佼佼者的必经之路，所以这个真的非常重要。我们再说回到职场上，向上管理就更加重要了。我想引用一下陈春花教授在管理的常识当中提到的向上管理。他说其实我们在做向上管理的时候，应该的管理对象是我们的直接上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管理更多是资源的调配，而你需要的很多的资源都掌握在你的上司的手中，所以的话你是一定是需要跟他做好相应的管理工作，把他的资源为你所用的。包括在家里你是子女也是一样的，你怎么样做好跟父母的管理啊，怎么样把爸妈的资源，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手里的一些就是关系啊、经济啊这样的一些资源为你所用，来辅助你更好的成长呢？对，虽然不用说啊，爸妈都会就是包心包肝的做这件事情，但是很多时候你还是要自己去争取的，为自己的未来考虑，然后再去告诉他们你需要哪方面的支持。好了，那话说回来，怎么样去做这个向上管理呢？刚才我说到了，其实上和下之间有两个很大的差异，第一是信息差，第二是资源差。那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要增强沟通，就比如说你和你的辅导员之间，以及你和你的直属上司之间，你们一定要多沟通。那你千万不要想着说辅导老师会来主动跟你聊天，或者说你的上司会来主动问你啊，最近工作怎么样呀，或者说哎呀那个小明啊，你最近学习状态怎么样啊，他们没有这么多时间的。包括你的任课老师也是，你要跟他们多沟通，那一定得是你主动，因为你在下，所以你想要往上走的话，你一定要主动跟他们沟通。你需要非常谦逊的去跟他们聊说，哎，老师，你看我最近的学习工作状态怎么样呀？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地方吗？或者最近您分配给我的任务，您觉得我完成的怎么样呀？对，主动沟通，主动争取评价，保持谦逊低调的态度。然后，而且有的时候，其实教大家一个小诀窍，其实你可以先贬低自己，然后再去跟别人交的时候，他也许就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上去夸奖你。比如说我经常用的一个方法，就是我希望能获得上级啊，或者说老师的一些评价。比如说做一件事情，我希望得到他们的建议。但如果你直接是说，哎，老师能不能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做，可能别人就会比较敷衍，因为大家都很忙。我一般都会这么说，我说那个老师，我觉得我这个报告其实我写了很久，但是我感觉这个哪些地方可能我想的还不是很全面，就我总怎么想都还是觉得差一点，能不能请您帮我看一下，我觉得我写的实在是不是很好。你先把自己摆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的话，其实别人会比较愿意帮助你的。而且还有一点就是，你需要非常精准的提出你的问题，而不要跟别人说，
哎呀，能不能帮我推荐几本书呀，或者说哎，我数学学不好，你觉得怎么样做比较好，就这样的问题，其实上你抛给对方，别人就算真的有心帮你也是无从下手。所以在跟领导或者跟做向上管理进行交互的时候，其实先是你低调，并且问题问在点上，这样你才可能得到真正有效的反馈，别人也更愿意跟你交流。